泛黄的道具。待会开机子再吃啊，别着急。我们在烤红薯，他想给红给大黄吃，结果大黄不吃，所以说我替大黄吃，怎么样？你们说没问题吧？不的。你俩好幽默。好姐妹。我们是好姐妹。大黄，你太享受了吧？吃吧，三二一开始。可以了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这次都给我了。好了，别晃了，都不要晃了，来，都别了，我动了。